往谁给他缠在桌上，我先用这三米六管，用三米六用两指往眼先推潮了，推潮了吧，我看下面蛮多鱼啊，这网下去肯定不得了，够吃一餐。来，首先把这网给它对着一把抓住它，再提起来，给它抖平整，用力给它放动一下，放动均匀。我们用你的右手一把抓到底，换左手全部一把抓。这网是有九斤多，只要能提得动你的学的费。你要先自己退水的，看没这里，水退潮了。我们来下面搞个网看一下啊，看看这网效果。哎，我操，别摔了，水退了好多下去，看看这网能搞多少啊？如果有鱼的话，大力点点关注吧。吃饭抓鱼的朋友，你们想买网的话，就点个下面勾的，可以去下单购买一个网。看看这网多不多，看一下啊，你看怎么撒不？我撒后面那里，左手丢出去，右手再转动回盘，把回盘转动啊，来了，兄弟，看看这网，看能搞多少，看一下啊。双击屏幕，大家点点右边那个红心是吧？点点点点赞啊，点点关注。这网不得了，好像不得了，有货，我看了一条了，来了，我操，我靠，这网，哇，好多，看没有？那我教大家怎么把鱼抖出来，看没有？如果说你们不会撒的朋友，是按我教你的方法撒是吧？这很简单的，要怎么把它抖出来？把这鱼，我们放到边上，这网不得了。呀，我们给它提起来，往上一提，看没有？还搞个黑麻麻的鱼。大家点点赞，右下角那个红心帮我点点，右边红心点了一下啊。双击屏幕点红心。呀，再抖下就出来这鱼，看没有？新大湖一个。我这是二指网眼，所以是抓的鱼的吧？个头比较大个。要念个咒语。甩网之前要念个咒语，好，甩得很开，漂亮。那我不开玩笑哦，嗯，从来不开玩笑，嗯，开起玩笑来嘞，那就不得了。那我也不做鱼了。这样吗？你这样吗？嗯，这里应该有十米哦，这里。估计的话，绳子下去了，可能是被鱼拉走了。嗯，我去，拉得很快哈。好了，到底了。慢慢看，从这边来。嗯。慢慢来啊。嗯，慢慢来。看见没？重不重？我首先问你重不重。关键这个网的十斤重啊，还要带水，还带水。关键在水里了，感觉会有点重啊。嗯。不知道感觉有没有鱼？有鱼，绝对有鱼。这我没鱼的话，我就过掉。多屌是吧？嗯。因为我看见了。哇哇哇！是什么鱼？大头。哎呀，有条大的。哇！哇！哇，真的好大好大，这个鱼，这个应该有四五斤吧，大概有四斤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打到的最大的。哇，可能有可能我们打刚才打过就是打这个地方啊。哇，哎呀，给他亲一个。哇，爽不爽？哇哇哇，他也想串出来。哇，这个鱼就大。那个小的放了吧。先放这里。